那个字的时候，他们说瘦不让打，上线都喜欢的阿姨，我的天哪！不是，就是我就是空了这么长时间的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不是故意的，真是我洗完澡、吃完饭，然后我才上的播。洗澡趁早，要打脸。欢迎我们的宝子们。不要了，一点秘密不要。今天不要说有关于这样的，欢迎小灯泡，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呀，小姨。别 emo 了，别 emo 了，别 emo。哎，我要换首歌，他。哎呀，洗澡这事儿我真是没有想到，磨叽磨叽就到这点了。就是我们跟洗澡有个约定，好吧？我这 QQ 音乐的推送真的是离谱。真的要睡了，欢迎晶晶。怎么来我直播间熟人可多了。不是，就是关于洗澡这事，我们有种莫名其妙的默契，好不好？这两天辛苦你们了，绝情断爱，哈，好家伙，晚上好呀。谢老师已经上播了是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小爱心，谢谢大家灯牌。朋友们，你们可以洗着澡看我直播，但是我不能洗着澡给你们直播，好不好？若音若如烟，新朋友们，我看见了，马赛克，好家伙，系统问题。我嗓子可能还不是太好，谢峰。来，新来朋友可以点点关注了，好不好，朋友们？然后咱们冲一冲人气。谢谢大英。然后，哎，想说啥来着？洗澡马赛克这个事儿太不尊重人了，就不太是不尊重你们，还是不尊重，对吧？没有开车，没有，今天不开车，朋友们。今天这个日子，热搜上挂的东西，咱们就我看见了，扣扣姐，把我送一个小时，松哥，谢谢今天，宝子们，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然后上上人气，我们抖音新人马松老师，然后特别优秀的主持人啊，大家可以帮马松老师点点关注，也是我的好哥哥啊。宝子们是这样，就是那个 Coco 姐的事儿，然后大家可以上WB 好不好？我们尽量不去说这个。第一是我们尊重他，然后第二个是，哎，没事哥，讲这些，好吧，宝子们，我们，因为这不是一个那个什么的事，我们就不说这个事了，好不好？我就是因为那个刷了一会儿今天的，所以我就晚了一点。我们先不提了，好不好？今天，季老师，算了，好吧。吃瓜吃什么瓜？又吃瓜，吃谁瓜？吃我的瓜。只要过几个不错对象。
寂寞孤单。欢迎 PP。我浪荡，让人家。不是，今天没有什么好消息，光渊也。欢迎小杰，谢谢来事儿啊！哎呦，气死我了！对呀、啊，我不知道彻底不彻底，但就是，嗯。可能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大家都要坚强一点吧，因为有热搜了，宝子。就都这样。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你懂我对你错。你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个默读的原著。嗯，我们不提了。光渊可以浅聊一下。光渊，你们去看一下那个默读的原著好吗，宝子们？我这一番改的不多，朋友们，嗯，但就是我不知道跟你们脑补出来的那个，你们看完书自己会脑补的镜头吗？然后，就是我也挺心疼的，我也希望这位，欢迎小姚子，去看看默读的有声书，对，你们去听一下，然后，没有，抖音没有。季老师等一会儿，我等一会儿找季老师，我跟季老师刚刚说了。闻得到玫瑰花香。默读的那个光渊非常可惜，对，说书就是剧我们不掺和，只是说它里面的内容我们没有太得嘞，咱们干点别的。最后提一句，这个戏被我出场了，宝子，我出场了，最七八两集我出来了，好不好？谢谢刚，谢谢突袭，谢谢来胜，我特别难过，这个被下了，嗯。欢桃子，上前一，没爱他啊？真的假的？又 emo， 你们不要 emo， 我现在特别怕你们 emo， 但是我的歌单都是这个样子的。我给你带你们听余佳运吧，好吧？余佳运，我也 emo 呀、啊，我最近失眠失的厉害死了，哎呦，好烦呀、啊。哎呦呵，快别提这些伤心的事。可以点歌吗？可以点歌，我跟你们点，我咱们唱首歌，然后龙。那不是更阴谋吗？呀，如姐来了，龙其实我还真不会唱，我今儿刚把那个消失的他看完了以后，别说你们，我都不相信男人。电影院里骂声一片，咋整吧？啥不敢结婚？不是，宝子们，就是结不结婚不重要，但是就是 money 得揣在自己的包包里，好吗？不要随便，就是买保险受益人要填自己啊。欢迎九九，你哭戏，我猜你是真哭。呀呀呀！今天超龄加班了，不是？等一下，朋友们，假哭你骗我，不是这个电影，我不敢让我的爸爸妈妈，我领着他们俩一起去看，是吧？不是领爹妈看算怎么回事？我
回来盯着我说你怎么着。辛苦辛苦朝林，辛苦朝林。带着爹妈去看那个消失的他，回来三个人坐一块儿吃饭，仨人不说话，欢迎。仨人坐一块儿饭桌上吃饭，不说话，黄连奥林兰，坐的不吃饭。哎呦，这怎么回事？孩子怎么不吃饭了？是怎么琢磨什么呢？然后瞄一眼看我爸，我爸什么意思？没有没有，不吓人，那个戏不吓人，不吓人，不吓人。宝子们，咱们不提热搜啊，好吧？给你们点个什么？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就别的回忆了。我都怕我爹妈打起来。欢迎惊鸿倩影。最好的朋友在。想你365天。才想你的365天。有 emo， 真的假的？你点歌吧，好不好？无法坠入爱河。行呗。值得一看，值得看，值得看。朱老师的演技非常棒。好的，好的。欢迎沐浴。不、哦、开心的事情很多了，朋友们。你这个歌单 emo 的人就不要 diss 我了，好吧？来，新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啊，然后咱们把那个赞冲一冲啊。宝子那个我真的不会，谢谢阿瑟。明天谢谢米娜，谢谢米娜关注瞅一眼，谢谢慕云，谢谢慕云啊，你还在加班吗？不用，李老师今天道歉说够多了，我真的是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我今天公司还好多乱七八糟事。无法坠入爱河，谢谢悠悠。等你算哪个？不能伤害我，你不能伤害我。你的伤疤和包袱都太幼稚了。不要去套了，我们看完的宝子们不要去套了。瞧我们，后面套了个彩虹熊。好呢，要睡觉要早睡的宝子们，明天要上班的宝子们，咱们就赶紧睡觉，然后谢谢大家分享直播间，然后帮忙点点赞嘛，谢谢谢谢九九点赞。追逐爱河，欢迎美丽姐姐。我看着过程变成没有结果，想象中已经没了需要也谢老师播了吧。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可以不着急，然后可以等我直播的时候你再来。今天多播一会儿呗，跟你们多聊会天。晚上好、啊、美丽姐姐。我跟你说，那种暧昧对象带你去看什么消失的他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去了以后要么吵架，要么就干点别的，要么就商量，哎呀买点什么保险，喜欢吃什么水果。我刚买了杨梅，然后哎还有啥羊角蜜什么的。谢谢丫头点赞，谢谢你。季老师咋播？那我们上火人，我们再找季老师吧。季老师，多谢大哥，多谢大哥。谢谢美丽姐姐啊！不用不用，直接分手。哎，之前看那个什么前任，看完了以后找前任，啊、看这个以后。行的，慕云去吧。啊，谢谢你啥？谢谢你啊，就是。
这首歌叫匿名星单依纯的。没事没事没事，再点会儿。哎呀，多累。就是杨梅，大家吃之前可以拿什么水泡一泡。谢欢迎猫哥。我离异啊，我离异，宝子，我离异带了三个娃啊。哎，我你们进我直播间看不见，就是刷到我直播间会瘦十斤的。嘿嘿嘿，啥视频？谢谢入杰。Hello， 猫哥，瘦十斤，宝子们。草莓喜欢我，我喜欢吃水果。瘦了八斤。谢谢如姐闪耀星辰。不是宝子们，那个你们看了那个，哎，是哪出新闻？是这个月的11号到下个月的，一共有啊、哎、多少天？20多天还是30多天？是大家减脂的，因为进入三伏天了。欢迎新来朋友们。然后进入三伏天之后，然后大家减脂会非常有用，因为新陈代谢是最高的时候。但北京今天这个天，我出去健了个身，我的天，朋友，这个路上我就把有氧做完了，一点不剩。欢迎葡萄皮儿啊，葡萄皮儿啊，这个 ID 念起来就有口音呐、啊。无法坠入爱河。对啊，明天咋整啊？我明天想出门。喜欢草莓不喜欢？喜欢，我什么水果都喜欢。我特别喜欢吃水果。我小时候跟爸妈妈在一块的时候，我妈每天上班之前会给我准备一个西瓜，就这么大的，你们看不见，这么大，哎，然后切成两半，然后中午吃完饭吃一半，晚上爸爸妈妈回来一起吃一半。我特别爱吃西瓜，我以前吃完西瓜整个小肚子就鼓成这个样子。然后我身边的两个好朋友水果过敏，他们只要一吃水果他们就不行。哦，西瓜其实相当于主食了，因为它含糖量其实还行。哎，说啥了宝子？美丽啊，不，超龄刷刷。哦，但是我如果是空腹，早上起来空腹吃西瓜的时候我会拉肚子，因为我会，谁可以说吗？啥东西呢？就是对半直接切完了以后扎勺子。小明就水果过敏，然后鸽子也是水果过敏。你想看那只猫？哎呦呦呦！别破费了，破费了！直播间，你给我点个小爱心就行了。我一会儿自己点完了吃给你们看。对，不能吃空腹吃那个，哦，蹭流量是吧？哎，了然。小猫咪啊，小猫咪它有点沉，我给你拿这只吧。这只也是 Tom， 我的好朋友送我的。我的朋友他们做 KOL， 然后送了我好多玩偶啊。还有呢，哇哦。突然想起来猫哥那天在齐老师直播间聊了个啥？谢谢朋友们的关注，谢谢蒙天，欢迎蒙天。不说了，就是说你一口气怎么着的那个，该怎么做？我只想回头，爱情自带寂寞。这次一切都心在我眼前。好的，其实说实话，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科技发展的太厉害了，好多什么水果啊这那的东西他们都我们萨姐离家出走了，萨姐离家出走了，还没有回家呢。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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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你是否用心发现，我在你眼前表情的这样呢，在你面前直到我低头就闻到你长发。舅舅不在吧？舅舅在吗？只需要你一句话，更靠近吧，让冬日让把距离都融化。不，我咱们还是在直播间那个跟大家说一下，还是特别感谢萨姐。我是因为萨姐是最早粉我的一批粉丝，然后也坚持到现在，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支持。你看我们做直播，萨姐也是非常支持我的，然后在群里帮忙大家我们做 VIP 的活动，所以还是非常谢谢萨姐的。所以希望萨姐赶紧回家吧。好了，就说到这儿。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红着脸把我发现。你们就想堵我们家的眼儿，可还行？哎，真难受，他这没有，它是一个电视的投影墙，这个眼儿和这个眼儿正好，他们是一个支架。哎呀，好烦啊！你们真……感谢我们所有的管理姐姐们、妹妹们、弟弟们。都是妹妹吧，只有他五毛可爱吗？小林知道，我知道你是姐姐。哦呦，你今天帅的，你又曝光了。我一给你脸就曝光，都不知道为什么。明儿干啥？打满了。什么？明儿干啥？我昨儿一脸你就曝光，为啥？我说明天干啥？这光是明天？嗯。我干啥呀？明儿啊，行，那个啥，明儿来，没事，到时候我提前给你发微信。要请我吃饭，就是请你吃饭，来我们家吃饭，给你做饭。欢迎我们萨萨，欢迎扎头。我一脸你就曝光是为什么？那因为我太黑了。因为你太帅了，你的光芒照在我的脸上，我就曝光了。你好，我的 idol， 这个光我真的是要走了。你真快，说来就来。你去都卖了啊？你会卖了我吗？卖你什么？你去吃饭，你不会给我下药？你也不值钱，宝子。有道理。哎，不一定哦，也没谁要。有道理，要卖早卖了，不用等到今天吗？我不知道，一连九小时的光芒太耀眼了。让我把灯关了。你别，你开着吧，你关灯你更照我，你快点。这个光曝光是为什么呢？一连你就这样，一连啊，是吗？好亮，我要瞎了。气死我了，我怼在这儿吧。你今儿怎么播的这么晚？因为我洗澡呢，吃饭呢。哦。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并排北边跑。哎呀四，你今儿啥时长？12点以后。他们刚问我今天播到几点，我说，我就上来就聊聊天，我说聊到你们不想跟我聊，没有什么好聊的时候。那你明天饭都吃不上了。为啥？你聊到他们不想跟你聊，那不就明天饭都吃不上了？不会啊，他们一会儿就不想跟我聊。你们没啥话可唠了呗？我可能，斌哥要吃夜宵的时候播。我这挺多话唠的，你要不来我这儿？
你这老老实实读你的弹幕吧。我们美丽互说：“通你一今下，晚别睡了。互通一下。你真互通啊，胆子真大。看一眼，我看一没眼。有啥，很礼貌，很礼貌，很礼貌。今天主要是因为，哎呀，yes 我们，你看大家都不吱声了，你再曝光我就把你给蹬偏了。你往后远一点。嗯，那边凌晨呢，我猝死了。欢迎佳涛，兵哥来了，兵哥在你那儿呢。对，兵哥在我这。心不停当时他敲吃着宵夜的催时候给。不，哎呀，真轻他松。说他吃宵夜的时候在播，那就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我操，你也想这个光，我好像是那个什么同人一样。你就靠远一点，你不要靠那么近嘛，你不要这样就不曝光了。这个地方是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你老曝光吗？为什么因呀？为你那个灯，你换一个灯。就是那个圈灯嘛。对，你换一个灯。那我把这灯闭了。就是你的灯可能，我的灯会比你的好一点，所以我不会曝光。我还有个侧灯，就是那个大的灯。哪儿都不给你，萨姐改名了，你看到没？我看着了，刚不话音完了，萨姐，萨姐。打光太亮，光太亮，不是季老师，季老师光芒太盛了。昨天那个视频，因为昨天什听么的时事？候，啊，没有工作那个视频，因为那个视频我开始没听着声，后来早上又听了一遍，有点东灯西，还在你值得那儿学挺习。好的。心你是不说停博文悄悄在自改己播变。的时候不曝光，是跟我连就爆了的事？除了你的光芒照射到我的脸上，就是这么 sad。你8号走是吧？暂定。跟我说的是8号，但是没有，没订票呢。没订票呢。我这也是，我今天刚问了明明咋的，然后，差不多在点儿差不多。但我感觉那我，你那儿比我这儿，你是现代戏吧？我现在问是，他你爽了，不你有空调不？我连空万一调都。穿，万一40多度的高温，万一穿什么，拍秋你冬们天不的可能戏，反季节拍吧？这个去海南拍反季节，欢迎兔兔。应该，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反季节。欢迎薇薇，我千万别反季节，反季节你就原地那啥了。反季节会要人命的。我去横店，据说我得。掉层皮，提前给我打预防针了，你去横店啊？应该是，但不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希望到现在不要出意外，说合同已经过完了。哦，合同过了是吧？对，但我问他咋，他说还没有具体消息，去他多把，久啊？我应该如果要去挺久了，去挺久的，130吧，欢迎 C 姐，130天。有可能。有可今能，天都可以。咋整？日子呢？还没开戏开机的戏吗？没开，开了，我咋整？咋整？那么长时间？7月份开机的古装，有可能，但现在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啥时候。感谢哦，谢谢萨姐，谢谢多咪。感谢萨姐那个 L 真的是好男人，他不是说不是不他是，升职了，我要能拍上130天的男一的戏，那我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马上那就站个起来，是 CD 建的项目吗？不是，不是 CD 建的项目。哦，那我应该没见过。没有，不知谢道。谢多咪。等，确定下了，我就怕我这个乌鸦嘴再说两句完事儿。我刚为什么？看见，怎么最近流行送这玩意儿？送啥呀那哭亲我！？Kiss kiss，那你没事儿，你反应比较好。九，谢谢9264，什么反应比较？
爱情大姐都送这个真假 CD。谢谢9264。啊，你这杯子挺好看的嘛。那叫 Emily， 那个 Lucia 品牌送的呀。啊，我想起来了，之前咱们还有衣服的那个。啊、Lucia 那个吗？可以可以，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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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我们 C 姐，酷酷爱情，怎么回事？你们送的呀？怎么排队排着队呢？齐老师今天晚上深夜，杯子好看的，用太久了，用好几年了。大姐，咱的如姐，咱的如姐，你也点我牌，你也点我牌啊！给老师，怎么了，如姐？你也点我牌？不行这样啊！等一下，哇塞，群里可热闹了，昨儿。对呀、啊，淘淘，楠楠，齐老师，你先点啊，你先把那个亲过你的感谢一波，好吧？你排个号，感谢完了，欢迎淘淘，哎，对，方姐是吧？这个是叫等一下，淘淘你一提方姐，我整个人都打个机灵，方方，我整个人我打个机灵，真的，不是这个，嗯。是不是卡 bug 了呀？怎么一直在跳啊？感谢我们温柔一刀，得亏感谢我们兵哥，我靠，兵哥凑热闹，哎呦，哭亲我，嘎嘎稳重，嘎嘎稳重，你回本应该，你是狗吧，朋友？哦，没有了。不要停啊！不要停啊！不要停啊！朋友们，亲吻他的脸颊，亲吻到他的心巴上。我突然发现这个可以对上的啊！啥对上？谢哎呀！谢如姐，你试一下，你试一下。啥这个？对对对对，你得对上这个角度。啥角度？哦，对对，你得对上这个角度。我感觉他扇了我一巴掌。谢谢你看，哎，你看一下这个亲吻，齐老师，他给了我一巴掌，他从天上飞下来，然后啪。李老师，请看，你对一下，你对一下，你刚刚都没对上。啥？真的？哇，你怎么有包袱啊？我都是这样，你是？我没有，不是、啊，你等一下，这叫包袱，我的包袱在后面。谢谢大家。哎，等一下，我的灯怎么突然之间变暗了？我坐的离屏幕越来越近了，真的，我越来越暗了。我现在离我的屏幕越来越近了，不然我脸会变黑的。你看见了吗？我已经看不见我自己了。打卡瘦十斤，屌，厉害！什么？瘦十斤了吗，宝子们？我瘦了很多了。来我直播间逛一圈，瘦十斤啊！给他倒我流。没事，来我这瘦完了再回齐老师那长长肉，倒我流。屏幕我不知道，可能我黑衣服太吃光，然后可能是齐老师不给我散发光芒了，我这边就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吧，齐老师？什么玩意儿啊你？瘦瘦瘦瘦瘦！妈，张嘴就来！就你是我偶像吗，齐老师？什么鬼话？这个弹幕我差点又念了。我能看到你的，我能看到你的弹幕。我知道你能看到，我这怎么看到 ？Kiss kiss， 来宝子们，快来，快来，快来我们这儿瘦十斤啊！猫哥瘦完十斤再去那儿，齐老师那儿再长回来，再回来。你好恶毒啊你！没事，来我这瘦什么？来齐老师，齐老师，齐老师。脏东西，不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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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不搞事情。不搞事情啊，脏东西！不是，我今儿是因为哎，不是，不是，你等会儿，我今儿走忧郁男孩风，你一来给我整的，你别吱声，忧郁风，你有我忧郁吗？
我都快忧郁疯了，你跟我忧郁疯，欢迎是我今儿跟带唠嗑，我今儿是走忧郁风的。怎么你聊天不能带我是咋的？非得就是吃完播来找我忧郁一下？是我今儿走忧郁风。你忧郁一个，我感受一下。你连我之前，我一直就是以这种频道在跟大家聊天。等一下，齐黎老师，咱俩昨天发微信了吧？发了。事儿，对呀，就情感主义。你昨天是工作是吧？对，我也是。心若在，咱俩这样吧，咱俩咻咻小玩一下，然后叔叔唱歌，好吧？去干嘛？咱俩就自己，咱俩猜丁壳，谁输了谁就唱歌。哎，真的？你明天干啥？我没有。明天不干啥，跟你说了。干啥？那你明天下午来找我吧。啊，下午啊，不就是晚饭吗？咱你不得帮忙打个下手啥的？你就想白吃饭呢？那我是不是可以在你那儿跟你一块儿直播呀？啊，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你明晚上没啥事儿，我在你那儿，我跟你一块儿直播吧。也是可以的，咱们也可以出门咻咻的，吃完饭咻咻溜一下，都是可以的。对，博文说他要做饭，然后我怎么今天晚上跟青青杠上了呗？教师脸疼不？教师肝疼。那你肝疼还行，不是别的疼。我肝疼。肝疼还行，还可以吗？不是别的疼。直播吃饭，直播吃饭，怎么吃饭？吃饭，吃饭。哎，可以直播做饭。欢迎如姐，如姐两头跑。你做饭的时候，我就拿你，我明天就不拿自己的啊，不行。你拿着吧，你该拿着得了。哎呀，可以，大家，我直播你做饭，然后你做完饭吃，我们一块吃个饭，可以，好吧？谢谢你啊，谢谢我的偶像。没问题吧？可以吧？行。就这么。如果明天偷懒的话，我会提前告诉你的，好吧？你能不能去吃？北京啊，如姐，这是。李博文做饭，你得问他。我去自己家做饭。说定了。哎，你家不是也行吗？我家也行，你家也行，主要你家就省事儿了。先邀请大家来，明天。邀请大家跟我们一块来李博文家吃饭。京城有美食啊，宝子们。京城大家都喜欢。我告诉你，李博文，你如果直播做饭，你一定会迎来你直播人数最多的一次，因为大家真的喜欢看。真假的？我只会煮泡面，没有人愿意看我煮泡面。不，等一下，你不是会煮泡面，你会炒蛋炒饭，你会炒蛋炒饭。我蛋炒饭都，你蛋炒饭一绝啊，宝子。蛋炒饭会咸，不能穿太多。不，你的蛋炒什么东西 ？C 姐让你做饭不能穿太多。我光定做饭，宝子。行吧，行吧，可以吧。那我不敢去了呀。那我不敢去了呀。我不想看你在说什么东西了，你在说什么东西了，你在说什么呀？C姐说不能穿太多，你说定个菜单啊。你疯了。C姐说不能穿太多，你说光定。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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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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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既老师这样，咱俩玩一把赢了，你点菜好吧，都不要点太贵的，我买不起。多少以内算不贵的？你先说，说完再说吧。500以内好吧。先说好，不要搞什么那种蒸那个什么那个大闸蟹这种东西，因为他你开了。这样。对，明天输了的做饭。不是大哥，你好像有病。输了的你做我也不敢吃啊。我不管，输了的做饭。但是我在季老师那儿吃的最好吃的是那个。点了个外卖叫西红柿牛腩，太好吃了。那个西红柿牛腩可以穿围裙，谢谢伯伯。不穿你哎，你们家有围裙吗？有，行，那把围裙拿着吧。
我可以，哎呦，我会做什么呀？我给你煮个泡面，输了只穿围裙，其他都不穿。C 姐，啥条件啊？世纪大 PK 呀，搁这儿穿围裙，会被抬的，可能会被抬的。你这个咯噔咯嘣咯嘣打字儿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咋？我给你发的消息，这不订菜单就是悄悄的订个菜单，就是多少价位？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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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个今天只是订菜单，不订明天的那个穿着，好不好？订菜单，订菜单，C 姐，今儿这个华子只要甩出来，会被我抬什明么？天，抬什么？不会被抬的。我明天高低让他少穿点儿。你有病吧？你有病吧？开玩笑，开玩笑，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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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行，这样开玩哎，我笑。们可以叫弟弟一起啊。弟弟是我谁弟弟呀？就是你跟我发那个视频的那个弟弟，哦哦哦，嗯，好不好意啊？搭不搭？这样赢的买菜，输的做饭。对，这位朋友说，你少来，我买完，我但凡我买完菜以后是你做饭，我就不去了，真的。哎，你会不会请一个会做饭的朋友来家里啊？不会，谢谢 Cinderella 兔兔。那这样吧，嗯。那这样打就没有什么悬念了。不不不不不，这样也这样，我们按菜来打，好吧？一个菜，谁订的菜谁，我有点，谢谢布丁啊。行，这把还剩2分半钟，我们这把打一个菜。我会做饭，其实我这样藏了是会很做久。饭的。其实我想跟你打的是那个，就是谁洗碗，我不在乎做不做饭这个事，我只在乎你洗不洗碗。我想直播教我是洗碗。神经病！你要让我洗碗的话，小我就时去。失身洗碗，只穿着一个那个什么围裙啊，然后就，散散，好吧，到底穿不穿？他们已经开始问了，穿，到怎底么？穿？不是，你我要开是，这个头干嘛呀？什么鬼呀？我要是不穿衣服，咋？嗯，不是，我俩在一块不穿衣服，其实很奇怪，你知道吗？就彼此对彼此会有点防备心，然后有点恶心。不是，这里你就想我要去你们家，突然之间把上衣一脱，说来吧，做饭吧。我靠！给我们9264。你会不会想把我赶出去啊？不是这把，老子这把样，咱们上了票，上了加成，上吧，这才第一个菜。你这把输了，你给我做一个，歌乐山辣子鸡，好不好？什么玩意儿？辣子鸡会做吗？辣子鸡我还真没做过，但是我可以试一下，我真可以试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咱们票就上加成上，啥东西？乐山辣子鸡，就是辣子鸡，不一定是歌乐山的，辣子鸡你还好有第一名，你还有第一名了，谢谢辣布子丁，谢谢鸡布丁，谢谢布丁，蛮太好的干蛮了。好的。对，布丁，可是你上火呀，宝子。我上火，但我爱吃。行，可以，辣子鸡啊，不行，可以鸡吧？不能有头啊，那个鸡不能有头啊，我受不了。啊，没有头，没有你，可以，反正你自己做嘛。谢谢我们9264的烟花。修好不啊，是，我来到修。底是谁在打我呀？这没有。么不想让波波给我做饭啊？啊？你打我？不是，等一 下，啊？那怎么就不了？是这个游戏的开始是我说我做饭，然后。谁赢了谁订菜单？对呀，我这不在订菜单吗？反正你做嘛。就已经决定你赢了。我其实我想吃的是那蟹肯黄，定是，肯我想定吃的是是我赢啊。蟹黄豆腐。当是输了的做呀，宝子对们呀，偷他一下，宝子们偷他一下。那肯定是我赢啊。辣子鸡里面找鸡，那不打。谢谢美丽的我这比边说了心不打兔了，兔我儿，这边说了不打了。是不是？好，辣子鸡，好吧。我备忘录一下。我定奖励了。你做这个辣子鸡，你明天做完抽一半出来，抽真空，寄给我的榜一，叫你九好，二六你四。好变态哦！你好变态！你这九那二六个菜，四。你那个菜抽真空了，他也记不了，他没有那个，他在哪儿？他不能叫。欢迎赵三，赵三九二六四，你在哪？你在什么地方啊？你小做好的吃。菜，
那个叫肾才要保的。他不要。OK， 榜二要不要 ？OK， 榜二是美丽，要不了一点。等一下，榜三小彻，小彻就在北京，打包半份寄给我们的榜三，好吧？你要不请他来家吃得了。小彻，听到没？李博文正式邀请你去他家吃饭了。我靠！我靠！我靠！明天周四，小彻要上学呀，他小学生来的，我们两个加起来五十多岁，要一个十几岁的小学粉丝吃饭，是不是有一点？你好变态啊！小升初啊 ，OK， 火上浇油，搞事情，搞事情，搞事情，什么？说什么？你们在说什么？不是让小彻吃饭，小彻出来说两句话。小车说：“我不敢支持。”小车，出来呀、啊！不好使，完了呀，咋的了？放假了呗？哎，我在的，李博尔邀请你了，你考虑一下。啥东西？啊？哦、啊，哎呦呦，四年，说着吧。哎，撒娇撒娇，别整事儿！你们今天晚上。这季老师邀请的跟我没有关系，季老师。OK， 小策你想去是吧？季老师邀请，去不了一点。季老师邀请，我明天打包给小策。这帮人，这帮人谁也别活，知道吗？你们在整事儿，谁也别活啊！哎呀，你们，狗哥，狗哥，我想吃到我当年在你们家吃到的那一碗西红柿牛炖牛肉，能不能行？你脸红了，宝藏。哎，姐，季老师，别画大饼，你，季老师，你还玩吗？你还玩吗？你说吧，说吧。我想吃西红柿，我感觉他们现在对我的想法完全不太 care。他们现在对我的，我就想吃一个西红柿炖牛腩。好好好，跟我玩这个是吧？好好好，跟我玩这个。不是西红柿炖牛腩咋的了？没有没有，我说他们，这帮人真的是。等一下，好像他们好像都在你的会员群里是吧？谁好像都？C 姐在。C 姐在、啊。如姐在，大姐在，美丽在，小秘书也在。小秘书在。川子呀什么？花招什么的 ，CC 都在是吧？你在吗？你不在。我不在，我到期了，我没续。我也到期了，我也没续。我看你没续，我也没续。我觉得，季老师是我的榜样。行，我一会儿连你好吧？你给我一分钟沉淀一下。Love you。在大地和不开。我们带着开始出去玩，一点都不奇怪。心情好，心情坏，怎么开始怎么办？咋的呢？好笑吗？开心吗，宝子们？没有，就是想跟季老师羞羞的小聚一下。茫茫落叶照满枕头内，嗡嗡落叶。我怕我跟季老师打起来，我就想让季老师，操你们真行，我就想让季老师给我洗个碗，一段平平无奇的。录了俩哭戏，你录俩哭戏的时间，我已经要哭了。不是宝子们，红红落叶，长埋枕头内，何时总是静静，怎会变改？天边的你漂泊。
擦怕被骂一风海。我以为你真哭呢。没有啦，我跟季老师，我只是想说季老师，我做饭我是肯定我做了，我只想让季老师帮我洗碗。洗碗这个事儿，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事情要消遣。是一段情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闪闪星月，有的是很多资源，我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多不对。小策和小飞，你好主播 ，sorry 啊策策，欢迎宝子们，哎，我真是有点烦了。
老子们，你们点歌吧，点歌我唱，我会唱的。那他一个人来，我们两个男孩架不太安全。哎呀呀呀呀呀！嗨，好家伙，点的歌我都不会唱。啊？这空心不了一点，我空了，空心完了，我空了。什么？生气。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把它睡觉吧，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呜、哦、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你要去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不来了不来了，开玩笑，我就跟季老师自娱自乐。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不再人逼我把手紧紧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这首歌不是你们点的吗？这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哎，你给我在这儿待着好吗？哪儿不要去。善良，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
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它去打歌，是不是应该回忆都写走了？哦哦哦哦，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看见谁了，反正输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喝茶。我不管谁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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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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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浪漫。不哭了，不笑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感染别听慢歌。人生分分合合，爱情来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相信太迷人的心计策。哦哦哦哦哦，反正都习惯了，忘光的恋爱了，悲剧都圆满了，与一个真挚的飞出和平的。哦哦，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亏欠谁了，反正谢谢小黑，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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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晚安宝藏。算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等一下，今天晚上就已经快要到100,000赞了吗？这么快吗？今天晚上？啊？谢谢德昌所愿。好的晚安，你不用回。我想我是再次见到你了。欢迎川子，谢谢小飞。好的坏的的的啊，你可以，为什么不能点歌？为啥不能点歌？谢谢慕云，谢谢大家所愿。你不曾最后不如最后不如有点儿飞嫂子，我今天不一定能唱上去。我能点的，我能点的，谢谢。我嗓子不是太好，我不知道气候不如能不能唱上去。啊，啥东西呢？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唉。会员掉了踏过青山，昨日的落寞问路的一曲前三，念起昨夜那场翻云覆雨的同城，你说人间苦难，明月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你说万般皆是命，是人祸所迫，不如菩提树下更柔美，斩断七情不如别相逢，不如别相遇，不如万劫不复了断性命，不如日照大地无天下四季，都不如都不如来了，宝子。
谢谢。踏过青山，昨日的落寞，那幅楼阁曾一曲青涩，没关系，不在乎。念起昨夜那盏反复雨的痛彻，你说人间苦难，明天难道折磨，苦难生活，昨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不如菩提树下歌咏为衣，不如剃度出家斩断情情，不如别相逢，不如别相遇。不如万劫不复了的性命，不如日照大地无天下四季，都不如陪着你。不如菩提树下歌咏为衣，不如剃度出家斩断情情，不如别相逢，不如别相遇。写多少所愿啊，愿你得偿所愿，嗨，愿你得偿所愿吧。有一说一，这种在家里待着的感觉正好。好，那好好拍戏，会的呢，马上进组了，啥也不耽误，好吗？滴答答，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九九想唱什么？没有，我真的是随机点歌的。然后之前你看上一次九九，因为我记得九九有一次，那天晚上都是九九在帮我打榜，然后那天晚上就让九九点歌。然后有些时候就是大家可能上票上比较多，是榜一，我是说榜一的朋友点歌，但我未必会唱。咱们也不是专业的唱歌主播，好不好？就随绕了，我会唱我就唱，我要真不会唱我也不硬唱，好不好？没事没事没事，我在组里会照顾好自己的，我们还要组里，还要组里很多朋友。谢谢大家，真诚第一啊，朋友们，谢谢，平平淡淡的。不如菩提树下歌咏为，明白，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谢谢猫咪。嗯，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可能直播时候会有一些朋友说一些可能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拍戏或者怎么样。 Hello 你好，谢大人机票啊。就每个人每个风格不一样，确实我就是你们现在看到我是什么样子，我在工作里面生活里面我可能就是什么样子。就别的话也不多说了，好不好宝子们？想听什么歌呢？九九点了个啥呢？不是，因为九九你的那后面那个今生今世是吗？其实这是咋唱来着？哎，是我卡了吗？哎，今天真是加更点的，笑看风云。行的，我看看我会不会唱，好不好？今生今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点接受，但是它上不了。
是因为他还在，他是一个合唱的歌，是吗？所以他没法点上去。你快回来！哎呦，不要喽，不要点什么擦玻璃啦。等一下，杰哥，我点一下。我不会唱这个歌。我上面是写的合唱。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我会唱这个歌，但是我不会唱粤语。No。好的，完了。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单人，九九，我不会唱这个单人的吗？我上面写现在是可以了，刚刚是我不知道是系统的问题，我不会唱这个粤语的。完了，这个我也不会唱。这个前奏一响，我的脑子里没有东西。粤语歌，我们唱唱粤语歌吧。喂，你是变态？什么东西？你是变态？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姐姐，你记得我不甘心说别离。刚刚量过了。仍旧渴望爱的眷恋。不死不弃，无惧长夜空。笑一笑吧，过生命就不是目的。点个稻香听吧，好不好？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点个稻香听吧，好不好？可以唱粤语啊，可以唱粤语。别，没有必要。可以点歌，是因为现在歌满了吧？可能是。想听什么歌，你可以打个公屏上，然后我来点。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丢也丢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也是没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接受这些一切，就算没有拥有？感情的别说这些。想到谁就丢下，等待继续奔跑，你不想这些苦痛，我知道。Sorry， 等我一下。欢迎新的朋友啊，那个超龄包，我欢迎一下大家。哇、wow, 哦 ，sorry， 对不起，我看了一条朋友圈。那我们接着唱歌。咦，没事，我刚看了一个朋友圈，是跟今天的那个 WB 有关系的。没关系。想着我的梦，我知道，不要突然。
怎么留留一个想法，气球穿不出了单，留下画个梦中的蓝，为自己的颜色写一下三，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再次加速毅力，后面的纸累积，现在终于被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恰恰在可以追星星追到累了，吹过北京的地点点到忘了，现在都想着我隔着稻草人学着风唱唱歌寻找了我。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后来继续奔跑，回不下小时候的梦忘记了，不要哭容易付出带着你逃跑，想着那个遥远的依靠，为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没有了，刚刚看东西是因为那个有朋友圈跟对，好耶好耶 ，Welcome， 没有关系啊，朋友们，今天生日，你生日想听什么歌呢？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点赞到10万，好快、啊！有什么又有些惊奇的是你？比方说，当我遇到你，你那双温柔体贴的眼睛，你出现在我梦里，你的爱就像一片云。比方说，当我无处停，等哒哒哒哒体贴的眼睛，哒哒哒哒哒。不管未来会怎么样，真正的你很开心。不管未来会怎么样。想听什么歌呢？生日快乐吗？我喜欢你。侯爷，欢迎王来。我真的是要笑死。你的爱就像一片云，被放逐的我无处停。你那双温柔体贴的眼睛，你出现在我梦里，你的爱就像一片云。宝子们，我们祝未来停留生日快乐，好吧？我们这边小朋友们真是唠嗑吧，唠嗑吧，瘦十斤，哎，还是他爹。哪个孩子还得孩子哪个爹？欢迎宝宝们，谢文文，给你们放个 BGM 吧。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欢迎梦，怎么了，岁岁？欢迎微笑。好的，岁岁，谁困了？你困了？困了去睡觉啊？怎么我一个人待着怎么的？行，没关系，没关系。欢迎林奶奶。이지만조금가둘러게니니자니나니가초려이진짜콜레바즈맨은신샤바르바바바
有什么粤语歌啊？谢小林的。没事，快睡觉吧，我又不是我不是让你们陪我熬鹰。该睡觉了吧，我们赶紧去睡觉好吗？开心的开心的，谢不定。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个戏现在怎么着，孤什么来着，孤城，我都得下播，咱们家睡觉了，宝子们。韩记，孤，相见容易再见难。真的得分离，离散。哎，我们找华晨老师开心一下吧，好吧？找华晨老师开心一下。华晨老师可能在忙，等他忙完完了，我们跟华晨老师小建议，又有个。啊，华晨老师应该在忙，欢迎悠悠。我想粤语歌啥歌呢？另一次，人人若再失，铭记望天边星宿。宝子们，跟我点点粤语歌听好吧，唱。不，哎，等一下，洗了，怎么找花少老师？我想想，我别，这不是还没到十二点吗？别，仍然一再失，明夜望天边。星宿仍点惊醒，别人也是算在转头为我清醒呀，漫绵路在我的天空，这晚一个有声歌声，仍点心的明。小木木啊，你不在我这上灯牌吗？拥有全部的歌声，陌路某个吻后再分离，为何只是失望？甜蜜过的空虚，这晚夜我要吻别，仍在树永都走不到，是借口。给你推荐一下 WB 微博上有一个叫故事会，来我去看一下，然后上面有很多叫什么深夜故事吧还是什么，我一会儿搜了给你告诉你。仍一再失眠夜望天边星宿已点惊醒，叫脑洞故事吧。星也漫如路在我的，去 WB 上搜一下这个。有声歌声，仍然地送地，明月望不可拥有，天气少，你更要一声诉。
玩过这两天吧，乔林。嗓子痒，怎么样？不 emo 了吧？你们还有人 emo 吗？没有人 emo 了吧？我嗓子最近都不是特别好，先淋头，先不顶。小一看，给呀，我没有关系啊，我不 emo， 我 emo 啥呀？我有啥可 emo 的？我有什么可疑摸的呢？玩团子，我不想和啊，你说的对，不，我就是我的习惯就我没有那么多话，然后有些时候跟你们聊，就是聊到有些话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碰撞一下的时候，我就会还挺开心的。但是我这两天你们上班，我现在害怕的。脑洞故事会，我给你们推荐一个 WB 上有个叫脑洞故事会的，谢谢九九。叫脑洞故事会，我有段时间是每天晚上都要去看他的新的故事，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博主，但我不知道他最近还有没有在做。万岁岁，哪个歌啥歌？孤雏是吗？哎呀，我真不会唱这个歌。没有，我刚刚那首歌停是因为这首歌后面太高了，我在喊。行，我听一下，谢谢九九。可是九九，你说我家女这么好的，你要求，我只能叫九九了。都带起的写作一下，都未必需要见面。是爱的方法，要想放回手就管它，也要在静静以后蹲下。私密账号。一想，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牵挂自己的尾巴。如果我能将那花球寄生于他，大不了与同腐化。什么意思啊，超龄？进化的都是人间的代价。没事，啥意思？绿泡泡被举报，绿泡泡还为啥会被举报？绿泡泡为什么能被举报？咋举报绿泡泡？为啥呀？什么叫私密的绿泡泡？啥叫私密的绿泡泡？行，你稍稍问问清楚，然后发给我呗，朝林。啥叫绿泡泡还能？对啊，我也是别人加不了，我的就是别人加不了呀。这就是私密账号，那我的也是私密账号呀，对吧？抖音要啊不，绿泡泡要咋举报？我还真不知道。对啊，就是我的微一直都是，哎呀，你们聊这事儿。孤雏是吗？听是不是这个歌？对啊，他是被举报，那肯定是有他微信的人被举报吧？还是？
哎，我说实话，就是，哎，算了。欢迎新朋友。一同不，哎嗨，是吗？不是想说就是说，因为怎么样，直播也是个公共平台，我们不去说。成年了吗，宝子们？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又说，迷人的眼睛，她悄悄，咱们聊点别的吧，好不好？其实我今天我有挺多想跟你们分享的，好玩的。挺多，但是到我一开直播我又忘了是啥了，啥也想不起来了，啥也记不起来了。谢谢，我也不要彩礼。我说实话，就是因为我这两天的一些事情会让我觉得，就是在互联网上我们坦荡做自己有时候也未必是一件，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我不喜欢在抖音上说太多奇怪事。我同事昨天提醒我了，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聊天没关系，但是不要再去聊太多别的事情，因为他会觉得我会有点儿，就什么都往外说。我今天有点儿，干一杯。咋的，萨姐，你那个泡泡咋的了？你跟超林说吧，一会儿我们下播了以后说。都在，关注主播不迷路，直播带你一下，你告诉我，先教我。不是不能说的，就是有些事情是这样，比如说我说一加一等于二，它可能转到其他地方就会变成你们听着没问题，但可能到其他地方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农民就是可能也许会被一些其他的人断章取义了，就比如说萨萨他微信是私密的，那为什么会有人举报他呢？我觉得能举报的要么是群里的，要么就是已经有他微信的，一定是这样。对，过度解读好吗？就是我个人建议啊，你们大家就是且听，可听可不听。在网上我们可以做自己，但是我们，哎，行，啊，我念啥了？我念啥了？我念啥了？泡泡，那个就是，抖音是不是因为我老念这些不该念的东西，所以他老给我限流量？对，然后倒回刚刚这个事儿，大家可以就是。在网络上确实可以做自己，但是还是稍稍的，因为你做自己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别人当枪使，然后伤害你自己也伤害别人。对。我们有一段时间去做网络监测，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们要做很多艺人包括其他东西的背调，然后我们去分析很多事情，其实有些时候你们大家看到网上发的什么片段啊，包括其他的，都是一些自媒体也好，或者是说一些人希望你们能看到的，现在当下做宣传也好，我们正经戏的宣传的也好，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好，他们大家用引流的手段，他们不在乎他们说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真的不在乎自己说的是什么，扭曲黑白无所谓，怎么巴拉巴拉巴拉的。你们不知道有多离谱，就是我们可能了解的多一点的，看到一些东西，我们很想去阐述，我们可能用了一些，我们用一些其他账号去跟大家阐述是怎么，我没睡呢。他们不在乎伤害谁，或者是有谁会受伤，所以我害怕你们在抖音上你们会，所以我不太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好吗？所以我大家就。
哎，得嘞。就是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能够保护自己的方法了。我只能是这么说了，好吗？是真的很可恶，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网络上去制裁别人。就是有件事就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个人，就比如说有个人发了一个帖子说，就可能很吸引人的话题，他说啊，就有个什么什么说1+1=3，怎么诸如此类。我们举个例子，但是大家都知道1+1=2啊，那大家会好奇他为什么会说1+1=3呢？然后就开始说，那我们很想告诉大家1+1=2呢。但是根据他们说完那一通，我们就会有别人来攻击我们，可能我们觉得对的事情，在别人那儿觉得就不对，就很难解释，有嘴说不清，就真的是这样，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大家，尽量保护好自己，也不是瞎说大实话，有些时候你们的谁都没有办法，真的谁都没有办法去避免一些神行波的时候，播出来一段时间，我们也会有一些，有很多喜欢我们的声音，也会有很多，不喜欢的声音。但不喜欢声音，其实让我们会觉得很离谱，真的很离谱。就说你可以说我戏不好，或者觉得跟你想象中的角色不适配，但他们给我们的，哎，你都这辈子想象不到，真的想象不到。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而且这些人会每天给我发私信，每一天。哇，我根本就想不通 你可以说我戏不好，你可以说我长得不好看，你可以说我别来巴拉巴拉巴拉怎么样怎么样？对，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保护好自己。我确实也没理，我也理。哇，大哥能连着给我发了半年的私信，每一天一条。我说你是真爱呀，天哪！就是挺离谱，我觉得是挺离谱的，可能是我的脑回路，我的脑子有问题，我的脑回路有问题。好了好了，还是齐老师直播间开心，我也喜欢看齐老师直播。安杰哥，那超林，你们把事情弄清楚、弄明白的时候，然后王一王、甜甜，然后跟我说一声好吗？就网络上朋友们，哎呀，我有段时间我也想说，你就是如果你们有一天伤害我的朋友，我可能也要站出来给你们对着喷。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时候，我们试图站出来跟他们，发现没有用，朋友们。哎，我在网络上就像个傻子一样，就是你表态是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你。没有人在乎你说的是什么，你说一加一，他会说你为什么觉得只有1+1=1呢？问什么季老师吗？好的，花张老师，帮我跟那个花张老师说一声，他那个就先忙，然后跟他的朋友们去。是的呀。然后我也很怕给我身边的其他朋友添麻烦，给我公司同事啊，给我身边一些朋友添麻烦，所以我也不想啃羊腿儿。等一下，啃羊腿，你好好啃羊腿。对，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开心就好，好不好？我们要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我们有一帮能够认同我们彼此的朋友。哎，洗完澡了，这还行，行，我也洗完，欢迎夕阳。我们也希望一件事，就是我们能靠自己或者靠我们在座大家，我们能吸取更多的朋友，然后我们有更大的家庭或者我们更大的队伍，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你直播的一个初衷。直播这些事儿，不是说我们给大家表演节目或者怎么样，你们就愿意看。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一点，确实你们需要情绪价值，或者是需要一点新的能量。
我觉得直播是一个传递价值的一个东西。我没困，我真的没困，我今儿真不困。我虽然最近睡得不好，但是我这个点儿挺有精神的。所以希望我们能有机会给你们带来更好的东西。啊，谢谢元宝姐姐。哦，哎，得嘞。我收到了，谢谢元宝姐姐。送给江山。嗯，我们自己人要保护好自己的朋友，好吗？就这件事儿了，没什么事儿。生活里，我之前欢迎仙女有只猫，欢迎小飞。我之前我是可能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应该也能感受到。但我可能工作中，我有一个制片，有个制片哥哥会给我，不用帮撒姐反黑啊，我们等一等看看是什么事情，好不好？不着急，没干嘛，没干嘛。有制片哥哥会觉得我，他说我什么都很好，然后性格也很好，但是我是一个特别轴的人，我的自己的性格起来以后就确实是很倔很犟，谁也不好使，就真的我不喜欢，我就真的会掉脸子的。你们可觉得我今天晚上气压低？确实我今天晚上气压挺低的。就我掉脸的时候，不管你对面是谁，我可能就觉得你这个事儿，就在我的价值观里面真的很让我觉得不舒服。然后那个哥哥那天特别认真的批评我说，你也做艺人做了这么几年，有些该权衡利弊的事情你需要去，他不是过不去的事，是我觉得不忿或者觉得不屑的事，我觉得就我可能就场面上会给你们乐呵一下，但确实我心里挺不忿，而且我特别挂脸。然后那哥喝的酩酊大醉，把我拉到包厢外边，特别认真的跟我说，他说你什么都好，就是你这个性格收敛一点。可能是我，他说你这个锋芒太盛，我不是伤害，我不是伤害身边的人，我不会伤害身边的人，是因为他觉得我该怎么说呢，就是需要我再圆滑一点，你们能理解什么？可能有时候你们说李老师撒个娇，或者是说你们哄哄谁高兴了，确实我没有这个语言习惯，是吗？你得罪你们老板，我真的没有这种语言习惯。我也还好，我也挺世故的，我不是那种就是愣愣的孩子，我是觉得有些事儿，我觉得真的我觉得不舒服，我是真的会挂脸，而且我是很锋芒的，你们说撒娇，你说我这么个性格人，我在互联网上跟你们撒娇，第二天你们给我挂网上去，我第二天看我不奢侈，就好像我喝多了，第二天我朋友给我录视频一样，就。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处事生活也好，或者工作的，我觉得每个人每个自己的，我有我的习惯，这就是我的习惯，我有我的工作习惯，我有我的生活习惯，所以有些时候你们可能觉得，哎呀，李老师怎么不会说话，怎么不会哄女孩，但确实我就是这样，我要一夜之间变成那个样子，那就不是我了。我觉得我学表演也不是我学表演，我从事这个行业第一天，我的好朋友教我的是，演员这个行业一定要走心，走心第一件事你要对自己的内心要坦荡。欢迎萨姐，欢迎轩，你演员需要对自己的内心坦荡，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要做，我不需要鼓励你们去多么的去对抗这个世界，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我们只能改变自己。但是我们在看清楚自己内心里面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能够去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给自己做决定的权利，真的，我觉得只是这样，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对抗。你说让我现在，那我不拍戏了，我不生活了，也不行，也得圆滑一些。就是我们在内心看见自己内心是什么样子的时候，能看清楚，然后你自己能去做选择，我觉得这就挺棒的了，好吗？跟你们分享这些事儿，就是李老师又装上了，好为人师，也没有，就是分享一下，哎呦，做自己是要付出代价的，孩子们，做自己谁不想做自己呢？你们告诉我，你点呀，你点呀，没事儿，我们瞎聊天，怕是我们瞎聊天啊，关了呀。
我给你打开，点吧。我今天还挺不困的，你点吧。我也特别谢谢你们这两天给我发私信的朋友们。你们这个月能瘦十斤吗？能瘦十斤，能瘦能瘦能瘦。也不是不困，是我没我睡不着觉，我最近确实那个不太能睡着觉。求你了，你快睡觉吧，萨姐。萨姐这两天没睡好，辛苦我们萨姐了。你等一下，我先盲猜一下你点的是什么。宝贝在干嘛？没事，喝吧，喝都喝到这儿了。没事没事，你们跟我发私信没关系，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因为说实话，我在微博的时候，我可能回大家的，谢谢你，谢谢你，姚琳达。没有，我之前可能在 WB 的时候不会，你确实那个回不过来，因为会看，我能看着的时候一定会看。你像我直播之前，我抖音的关注才个位数呢，我抖音关注才个位数呢，播完了现在70多还是80多，我忘了。能知道谁是谁，因为有一些我们线下见过面的，或者是经常跟我发消息的。花招你不也在 WB 有跟我发过吗？对，来吧，赛姐回家了，大家欢迎一波赛姐回家。想念的刺，来吧，宝子们。然后，欢迎长林，欢迎长林。对对，WB，我确实，你们看我更新的频率啊。你们看我被更新的频率，你们就知道了。我抖音的频率已经很 bug 了，以前还经常拍，因为以前工作时候或者身边有工作同事在我身边，然后会比较好。我知道发福袋啊，之前我也经常发福袋啊，所以我希望我刚刚说那事儿，希望你们就听一听，然后能听进去就听，听不进去你就当我在给你们扯淡，好吧？没别的事儿。李老师要是喝点儿，大家一跟你们在聊天，你们就赶紧让我下播啊。萨姐确实非常好，非常保护我，非常保护大家。但听说你昨天骂我了是吗？你们这些脏东西，好了，开玩笑。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上微博看到过你们夸张。所以我记得你微博有 ID，然后想说啥来着？就我们希望去组里了以后能有些有意思的东西。没有开玩笑呢，包子。我看看点的是啥呢？三结婚，与你有关吗？哪个是你点的？红玫瑰还是啥？反对无效。我次次为你喜欢你，你点的是哪个呀？噔噔噔，热情的贴近，他一句寂寞适合的回应。有生之年，有生之年我没看着，有生之年我也不会唱。若把你比作歌，你就是那高山流水。欢迎小爱心。梦里梦不到醒来的梦，红线里被软禁的红，所有四季剩下黑发的头，在不同宇宙，怎会有？心的太沉重。
宝子们，把左上角红包点一下，咱们参与一下。五分钟之后开红包。下集还是我们灯牌最高的是吧？啥东西发了在线了不答应？谁？啊，切！嗨，聊啥呢？是不是都在过程中，或者是有不要不走，笑了过后这心缠绕心中，终于有了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得的永远在骚动，每个爱的都有恃无恐，每度的梦容易受伤的梦，我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谢谢大家的灯牌。有没有可能我去上个厕所的包子？有没有可能我去上洗手间的？你不曾发觉，快去快回。我看差别了。我是那种不洗手的人吗？我上过厕所。气死我了。给你们点个一生所爱吧，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梦好了，我去了。
开始终结总是没变过、啊、天天的你漂泊在白云这一半是萨姐的粉丝是吗？啊！茫茫来中迈，尘土内，爱是真是辗转，同未变改，天边的你漂泊，这般明白，苦海。放弃爱恨，在世间难道比命运深沉？既不可接近，还我应该相信是缘分。苦海，放弃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深沉，竟不可接近，还我应该相信是缘分。谢谢皮皮的亲亲。等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亲亲你们今天到底多少送？这个亲亲好像拍了我一巴掌。哇，我们家来了一个一串水果的朋友，像个闪电一样。苦海，放弃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深深竟不可接近。喂 ，Rose， 嗯 ，Rose， 我又是我的朋友。还我应该，哎，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怎么的记忆说啥、啊、对不起我没看见，谢谢丫头。你滴滴滴滴滴滴滴 Sorry 你说什么啊？没有，你说什么？你说用平板播吗？哦、啊、你说用平板放歌是吗？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说嗯、啊、你告诉我叫啥歌。已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可是你爱他的心跳在左边。叫什么歌？有生之年是吧？哎，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也。你说人生苦短，世事看淡，心把佛念。已经这么够玩这个了吧？遇到不惑之年，自问。你点的，你点的，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搞我啊？早说张元老师，张元老师，我这不就来了吗？我说什么意思？三十点我，玩吧，萨姐，张远。哦，我突然之间好像想起来那首歌叫什么，远哥的，没事没事，你少，我没听过这首歌，我没听过这首歌，我只是觉得生气，天天被你们整气死。啊，好像没有远哥的。没有勇哥的，没有勇哥的，没必要，没必要，林小三啊，有生之年是吧？今。让你们听完这首歌，我再回忆一首歌，好吧？谢春，谢宝子们，阿南，谢宝子们，宝子们那个把灯牌上一上，然后现在朋友可以点点关注。我张叔，欢迎 CJ。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勇敢，愿你平安，愿你没有苦难，活得简单。好久不见。愿你所困，真思情，不枉此生。啊！一见被不醉，总会有两人相伴。独立眼看透这循环。那咋的呢？怎么看着好像泪目是吗？怎么了 ，CC 姐 ？CC 姐，你们那边 kiss kiss 完了吗？辛苦你了，四姐。愿你春不寒，愿你勇敢，愿你平安，愿你没有苦难。我只会唱这一段。活得简单。想要的人，不加一方，不再被现实所困，愿你见证四季，不枉此生。一见被归罪，总会有两人相伴，都只会眼看透这繁华世界，人人间，人世上年。哎，改天哎，但这首歌我抖音里点不了是吧？下次在呢，下次一会儿出门玩了。哎，水瑶姐姐你还在呢？我们刚，愿你三冬暖。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等一下，还你们一首。
哼，哎，不行了，这首歌你们会骂了，算了。停十五啊！行，快睡吧，快睡吧。浑身，你认真聪明，一爱就笨。我从来不善独身，却有一个晚婚。我在等，时常为期，张边古镇。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那海来敲门，为什么的确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只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不是，等一下，今天晚上十三是你们联赛。一会儿给我疯了呀，布丁欢迎。小五今天都，你们五姐都不在呢。熬过彻夜孤枕，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男孩来敲门，回身你却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我们小区有三只，谢谢林跳，有三只柴柴，他们是一家人，然后现在新生了一个小宝宝，小小柴就这么点儿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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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布丁，欢迎零零爱熬夜，谢谢大家点赞，谢谢宝子们。这样，你们这么对我，明天我一定把视频剪好。我今天发现我手机里的视频不见了，然后我就赶紧找那个相机找到了，发现卡不见了，我就找存储卡，终于找到我的视频。换了一个，哎，六个，这不是我们毛老师的。今天怎么对我？就是大家一直点赞，咋的了？咋的了，谁姐？咋来吧？妈呀，沈林老师，因为今天我圈里很多就是他们有合作过的艺人的前辈们都在发，然后很多我刚刚就刷了一下朋友圈。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那爱来敲门，会哎，我想唱林俊杰。咋了嘛 ，C 姐？哎呀，不用连赞了。这个系统会根据赞多来推流吗？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难爱敲门，回声你却好深。我也没有，我也不知道。C 姐，C 姐还不睡吗？凭什么要失望？曾眼泪的心脏。是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怎么娱乐我？不需要这样。我想
串烧了，谢谢大家点赞，今天晚上15万点赞，谢谢大家。嗓子点赞好累哦。你不曾分哦，不会是谁做的歌？对啊，我是说啊，我保咱们不用今生今世，我先把前面的那几个歌学完，你们这给我列的新的歌单，我是真不会唱。他是谁？都不曾等的。你要爱我多少？等的恨的等的有什么重要？于是答案的走过天涯。谢谢大家点赞，今天晚上不点了好不好，宝子们？哇，球球你还在啊？我以为你睡觉了。快睡觉，宝子们。嗯。我确实今天有点精神，不要看，不要看，不看，不看了，十五万够了，我，这十五万够了，好不好？我记得了，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真难唱这歌，不骗你，我记得，可是这歌是真的难唱。不是，今天一个车没开，欣姐一辆车没开，我没法喊那么脏东西。脏东西也有理有，你知道每天都有一个叫娇柔的女主播连我，她那人还挺多的，她那人比我多多了，然后我从来没有接过。我带着你身体中的行李，如你落后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我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砸死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就
叫我听见一个声音，我确定是你，可你曾记得我。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可我怎么告知你，注定是一场相遇。要开我了，我记得这里是没事可走，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的枣树，每当秋天都美，我们把枣装满口袋。我记得除了朋友我还做过你的舒服，你总喜欢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只是为了那几个从前。记得我们曾是恋人，后来战争爆发，你上战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受不了你的心。我们总这样重复翻译，却要重新开始，相互送给对方，说着来世。不要说，我说我们直播间掉到两位数了，之前我们刚不是说到100我们就下了。欢迎小五，快来抱抱我。他怎么不带我？大美女。小五，你快睡吧。他们从来没有带过我看美女，我从来不指望他们带我看美女。咋的了，季老师？季老师那边好像挺感人的，今天晚上。这个狗东西，这个狗东西。的笑，等和我讲了很多。Hello， 不是。耽搁了。不是啊，那季老师偷偷看就行。他们点赞器要碎了呀。时空是个圆圈，决心不是转弯，我们谁终都会相见。争执的过程乖乖交涉，在夕阳西下时，在万家灯火的红衣山。晚安宝宝，人们是晚安宝宝相聚。层层加在一起，沿着地有河堤，经过几道闪电，这一段光圈，把深藏你的心。抱抱是另外的家乡。嗯，咋的了？你们想看美女吗？你们不想谁？咋的了？啥？暮云吗？暮云咋的了？啊？为啥？咋的了？你别闹！你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有电话，我这有电话。我有他地址，我有他电话。等一下。
我该咋发给你呢？我直接发事儿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我说我陪他喝酒，他不愿意。等一下，我咋发给你啊？我私信发给你吧。但是我在播，我该怎么？我是不是得下播？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拿那个手机，等我一下，等一下，我之前寄信的时候有啊。你们这帮小孩真是不省心。操，没电。这样啊，我先下，然后发完了以后我再上来，好不好？行吗？可以吗，各位同学？哈。头像不行，我在直播。